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iss Fang。今天呢 ，Miss Fang 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一首儿歌，儿歌的名字呢叫《小花猫》。好，现在听老师读一次。小花猫上学校，老师讲课它睡觉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冒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好，现在呢，小朋友跟老师读，老师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老师读的时候你不说话，你要听，还有老师打拍掌的时候呢，你就读，好不好？小花猫上学校，老师讲课他睡觉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冒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好，现在呢，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来，跟着音乐来读这首诗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老师讲课的时候呢，小花猫在睡觉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我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呢，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不会睡觉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我们学儿歌就学到这里了。下一次呢，老师会把这首儿歌来编成一组舞蹈，大家小朋友一起来跳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再见，小朋友，拜拜。